喂，秦芷言，你给我醒醒，快点儿！喂，喂，醒醒！哎，起来跑路了！喂，醒醒，醒醒啊！还不行，姜武要抓你回去做压寨夫人了。还不行，喂，喂，走了！你现在不走，到了晚上咱们就更加走不了了。麻烦死了，麻烦死了！这女人睡得跟猪一样。柳苍岭不要你了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你终于醒了。女魔头，我真的被吓死了。我的头怎么那么疼啊？头疼？嗯。待会儿你怕是不只要头疼了。这江湖小院。嘘。小恩回来了，阿武，又带了这么多宗门的人呀、啊？怎么样，我能干吗？非常不错。瞪什么眼呀、啊？快躲窗户外面去，待会儿我把江武引开，你再回来。明天白天我隐身之后，我们再想办法离开。快啊！小美人，酒醒了吗？小美人，醒了，酒量不好，一杯倒。早知道就不劝你喝酒了。哎，被子里多闷呀，出来陪我坐会儿，给你弄点吃的，快点啊！好，我一会儿就到。你们都给我老实点，还走，你还去地牢，放开我，老实点，别动，别动，先走，走，放开，快点，走，走，先走，快点。坐。小美人儿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做我的女人。你这个事儿听起来可有趣了。